弟兄姊妹平安。咁咧，我今晚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少少咧，我个人嘅经历。咁如果俾一个题目佢咧，我就会咧俾呢个不再被惧怕奴役。人咧喺惊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会大叫啊、大喊啊咁样。甚至有人會屈低，但如果我們對我們的神這份的救恩有信心，我們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抓緊神的應許和神的教導。約書亞記一章九節的下半節就這樣說：不要惧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但我就成日我就會咁樣諗嘅，我就覺得呢一節嘅經文咧，就係天父咧同我講：啊，你乖啦，唔使驚啦，我陪住你，我陪住你，你無論你去邊，我都陪住你啊咁樣。其實原來我搞錯咗。我搞錯了，這個經文不是這樣的意思的。這個經文原來是耶和華上帝給我們一個命令，是命令來的。早在第六節、第七節那裡已經說了，已經是命令約書亞，你要剛強，我們要剛強，不要懼怕。所以如果對我來說，一個在問題家庭長大和沒有愛的環境的我呢，如果你問我：喂，你的童年你有什麼的印象啊？那我可以告訴你，就有兩樣東西的，一樣呢就是害怕，另一樣呢就是很害怕。但是神呢就其實很憐憫我，真的他呢就讓我呢可以歸到他的名下。但是就算是這樣，我也仍然被一些負面的思想、一些低落的情緒在那裡掙扎。我很記得 我以前我一直回教會，我是怎樣的呢？我回到教會的時候，我就主啊主啊主啊，但我一回到家我就死了。我下星期我回到教会，我又是主啊主啊主啊，但我一回到家我要死了。但是神真的很爱我，耶稣真的很爱我。耶稣呢，就算我在情绪去到最低谷的时候，神呢仍然给我有力量去呼吸祂。耶稣呢就医治我，保护我的了。就是因着呢，我没有全然的将自己呢去摆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咁喺先前一段嘅日子咧，咁我就因為唔善於同人哋溝通啦，咁喺工作上咧就得罪咗同事，撒旦咧就借咗呢個機會去散播謠言，攻擊我。咁咧我個情緒啊，就俾呢啲事咧牽引咗。那些負面的思想呢不斷呢在這裡不斷轉，睡不到覺。我記得呢，那時我就不停的 我唱詩歌。我記得呢，我不停說：神啊，你真係你救我，耶穌啊，你救我。
耶穌真係聽我嘅禱告，神咧就藉著牧師咧為我按手，按手禱告。我唔單止咧，我嘅情緒病冇發作到，更加咧全個人咧被釋放咗，被聖靈充滿啊，好喜樂啊，內心有一種力量啊！可以咧去愛仇敵，因為咧聖靈咧將我核心嘅價值全然嘅轉化咗。我唔再咧去諗人哋哇點樣睇我，點樣咧傷害我，我淨係咧諗住哇耶穌好愛我，耶穌真係好愛我。我亦都咧唔會去急於將呢件事嘅真相咧去澄清，亦都唔會咧因為別人話你咁容易咧就相信謠言嘅而覺得憤怒，反而咧讓我明白到其實耶穌喺呢個世界佢所受嘅冤屈同埋咧佢嘅困苦，我呢啲算得係乜嘢啊？但咁喎，耶穌佢咧仍然咧可以用愛去到回應，呢個反而咧係作為耶穌門徒嘅值得學習嘅地方。嗱，雖然咧環境冇改變，但係咧我已經咧重新啦，我唔再俾惧怕咧奴役我，唔再会因为咧做咗好多就系因为自己惊嘢而去屈服嘅事啦。我而家咧只会让我咧更加亲近耶稣，享受耶稣。嗱，就算今天后边仍然有好多埃及嘅军兵啊！追緊我，但是神應許咗啊！佢話啦：你永遠以後都唔會再見到佢哋啦！哇！真係哈利路亞，讚美主，讓我咧喺今天我真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曾經被譽為咧一個老油條，竟然咧～老油條都可以再被興起，朽木都可以雕啊！今天喺侍奉崗位上面可以成為一個積極嘅一員，並不是我有任何嘅才幹，而係我真係我願意啦，我生命願意被神去改變。感謝主。過程你覺得點樣啊？過程啊，都比自己合格嘅，合格又合格。就漏係漏咗一啲嘢，因為咧唱唔出，突然間唱唔出，因為咧原身即係依個想唱嘅，依個分享咧係我會喺教會分享，咁會係有少少一段嘅，即係分享我當時我點樣唱一首嘅詩歌啦，但係唱唔出。想正面，即係的而且確啦，即係唔慣上台分享嘅人咧，上台嘅時候咧係會俾一啲嘢影響啊。咁而我哋就注目喺，哎呀，今日聲音唔夠好，唱唔到，咁就會一路個情緒受影響嘅。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喺當時嚟講，點樣諗正面，同埋點樣諗住耶穌嘅恩典得勝。嗱，咁我想講咧非常好嘅，你喺後段咧講咗好多神嘅恩典嘅，講咧嗱。
神話，你再冇嗰啲埃及嘅軍兵喺你後面追你噶。啊，講到神點樣去改變你因啊，即係祝福你嘅，咁呢個係啊非常好嘅。喺啊中段嘅時候咧，你有啲地方咧就似乎係啊，即係有少少唔係一個啊直線啊，即係話嗰個大綱咧唔係好清晰啊，係啊，其實你有寫大綱嘅，咁但係嗰、那個即係睇到中段早期嘅時候咧，好似咧就有啲騰騰轉咁，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是。你是可以自己有清楚諗定我呢邊幾個重點，譬如話諗住我以前點樣懼怕，啊呢、這個經文嘅意思，然後後來我點樣得勝，由神嘅恩典點樣幫我幫人可以啊得勝嘅，可以有啊勇氣嘅咁，即係你諗定呢幾點咧，你就變咗我而家講咗呢個啦。我以前點樣懼怕，你就一路喺呢方面發展啦。講完咧，講呢個經文啦。又講咧，啊神點樣幫我哋，我點樣改變啊？即係你係可以，你咁有一個清晰嘅意念咧，你就會向前去到嘅。嗯。嗱，你最先講個經文嘅時候咧，就講到話呢、這個經文咧就係一個命令，唔好懼怕。咁嗱，呢、這個的而且確一個命令。咁但係咧，你記得我哋講到呢個發揚神屬性嘅講道法啦。呢、這個經文係話叫你唔好驚，但係。有啲咩恩典可以講到呢？因為你當時嚟講係一個命令，命令變咗就係係律法啦。即係律法係好嘅，不過我哋有恩典咧，就更有力量。神喺度，我哋唔使怕。係啦。神喺度。OK。係啦，冇錯啦。嗱喺約書亞嘅嗰個故事啊，那個背景啊，有啲乜嘢神嘅恩典？有啲咩神嘅恩典，以致佢哋唔使懼怕呢？就好似經文所講啦，我必與你同在。係啦，嗱，我必與你同在，呢、這個就係恩典啦。咁所以你就呢、這個有律法，但亦都係有恩典喺度嘅。咁同埋個背景咧，就係神點樣將以色列人帶出嚟，點樣一路保守佢四十年喺曠野，點樣祝福佢哋勝過仇敵，然後一帶佢進入呢個迦南地。咁所以呢、這個。神自己是應承了，同埋佢一路做工，讓人唔使驚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唔驚嘅原因唔係話我要唔好驚，而係神撐住我嘅，神一路幫緊我，所以佢以後都幫我，所以我一定可以得勝嘅，一定得勝有餘嘅。咁呢個就變咗係有恩典推動人去，唔係懼怕。咁所以我鼓勵你係喺呢方面去諗啦。你嘅聲音咧就有時係大啲，有時係細啲嘅。我就覺得咧，你喺因為你嘅聲音本身個聲音係細啦，我就鼓勵你咧係點樣樣咧，就可以，因為你用咗一個比較通常都係一個柔和嘅表達方式。你試下操練下自己咧，就係、是、興奮啲嗰啲咧多啲，等我個聲音可以大啲。OK， 咁你嘅身體動作係有嘅，同埋你嘅眼神係好嘅。佢眼神咧，佢係有一下同埋個身體有個動作向前去咁樣樣嘅，呢、這個係。是非常好的，咁你其實你哋可以睇翻你自己的影片，睇翻自己所做嗰陣時咧，嗰、那個表達嗰個感情，咁你亦都即係由個身開始，咁你即係你講嘅時候咧，你會咁樣樣喐嘅，咁你一路望住啲人咧，係好嘅 ，OK。